轻轻飘荡，心事都不去想，那失望也不失望，惆怅也不惆怅，都在风中飞扬。轻轻我说你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被一棍子打倒了就晕一天啊？啊？麻烦你说人话，我可听不懂。干嘛？别看我啊，你自己解。行行行行，别动，别动。晚风吹来多少美梦？哎，你起来点。吹来多少轻松？吹走无数感动。迎着风。起来点，你别看我。湖面上闪烁的点点流萤，夜空中点点的星，那些花香树影，随夜色染成透明。晚风轻轻飘荡，心事都不去想，那失望也不失望，惆怅也不惆怅，都在风中飞扬。心情飘荡，随我影波。我说，你之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能一打三吗？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我这不急着救你吗？再说，我也是被偷袭的。那人呢？给咱俩买饭去了，等着我助理给他送钱。送什么钱？我之前为了稳住他，答应给他钱，要不然他就放狗咬你。你不是说你家那狗不咬人吗？是啊，但是看着你这么没用，咬你活该。你快起来，我腿都麻了。啊，你不要，喂。来，帮我解开。凭什么呀？你先帮我解开。你打得过他吗？你帮我解开之后，我还能打过他呢。你先帮我解开，我再给你解。你放心，我不至于傻到自己对付他。不是，别墨迹，等会回来，快，快点儿。说你地上留那几个点儿，要不是我发现及时，我看你早就没命了。哎，那么危机的时刻能留四个点就不错了。不过还行啊，你没我想象中那么笨。别乱动！你把何子琴的女儿到底藏哪儿去了？别废话了，赶紧解！哎，你轻点儿！别动！叫啊！你老实点。吃饭。我去！
号，让开！哎。